是以型男大主厨入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卓文萱、詹姆士、郑坚克以及吴秉辰师傅。型男大主厨从2006年开播以来，节目不仅长寿，收视更长青，深获了阖家观众的喜爱。而且晨晨跟邻居的主持群长期合作下，并不会因此显露疲态哦，反而让他们拥有绝佳默契，主持功力也是面面俱到，让评审大为赞赏。而能不能睽违11年后再度摘金成功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欢迎！哇，欢迎我们的我第一次看到吴秉辰师傅穿这么帅。哎，秉辰师傅，你在脸书上不是说要穿龙袍吗？啊，本来以为你要穿龙袍来呢，吓我们一跳。录了一个单元而已。哦。哇，想要问一下卓文萱，因为等一下我不得不先说一下，你今天真的太美了，先 take 一下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，碎，零死角哎。想问一下卓文萱，因为在节目录影的时候啊，里面有很多像失败的时候要吃恐怖的食物，其实老实说，我到现在还有阴影哎，因为我吃那个时候吃咸稀饭是咸到苦，我到现在都不敢吃咸稀饭了。你有没有阴影？哪一个食物特别有阴影？其实我觉得可以在节目里面，然后跟每一位师傅，然后甚至是吃一些平常不会吃到的食物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。然后制作单位也是让我们就是越训练，把自己越挫越勇。真的，对。那既然讲到挑战，詹姆士呢？你除了这个棚内啊，还有外景节目，还有舞台剧。那接下来如果找你演戏的话，你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，只要不是厨师就好。哦，那万一不是厨师，但是要拿刀可以吗？你说的是黑道之类的角色，或者是杀人犯，或杀人犯呐、啊，筷子手啊。我今天的造型就很像卓文萱的造型师嘛，我可以帮他剪头发。哦，剪刀嘛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菜刀嘛，对不对？剪刀也可以。剪刀，对对对。那这样子，既然大家都斜杠，那秉辰师傅，你也是斜杠身份嘛？是。你主持节目之后，你觉得带给你这个厨师身份有什么不一样的冲击吗？因为以前是厨师，所以就扮演好厨师的角色，做好菜就好。那因为去年开始就升格当主持人。其实也开始在学习啦，因为陈哥真的教我们很多。有时候我们录完影之后，他都会留下来聊天。真的，而且秉辰师傅现在走在路上，大家都认识，有没有觉得特别不一样？本来是在厨房里做菜，然后结果现在走在路上，阿姨啊，菜市场啊，说哎，秉辰师傅这样子，他很厉害，真的，他是师奶杀手，大明星了，好不好？肯定的嘛，长得帅，菜又做得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收看型男大主厨可以天天幸福，那么今晚拿奖绝对也会很幸福哦。我今天衣服的巧思，因为我会希望说，其实平常型男大主厨就是一个阖家欢乐，是在晚上7点的时间，然后是大家都很开心的。然后我就希望说，今天呢，很有诚意的把长辈请出来给大家。不知道那么远的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但这样看，你们听到太多了哟。对，然后就是。也露了个后背，也希望说今天型男大主厨可以站上舞台，然后讲出我们的得奖感言。